们终于成功的把我们城隍庙变成嘉义市第二个国定的古迹，这是非常大的盛事。因此，确确实实，城隍庙非常的勇敢。相信我们大家看了今天大概安都落地，公德公正。既然先生如此把政治家，恁的言论拢是公德公正。城隍爷欢弄哦，城隍爷欢弄哦，城隍爷欢弄哦。我知影唔对哦，哪里开？哪里错？哪里开音？哪里开音？哪里开音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时？牛马将军。